在互动中看见彼此的成长和进步。今日自我实现，我自己拍了片，由朝早好早开始学一个印度的 video， 3个多钟头。结果我写 notes 啦，写心情啦，做功课啦，做到夜晚10点几至完，超级 focus， 但系中途系有好多干扰嘅。阿仔一放学就系咁咪拍片啦，佢真系好搞笑噶，啲创意唔知系边度嚟嘅。佢话我要教人一加一等于几多，你话呢啲系咪重气啊嗱？他又真的教我，叫我放上网，我没得闲搞。阿妈呢话唔使问，系间唔使，间唔使咧就嚟问下嘢。你哋身边嘅老人家系咪咁噶？呢段嘢系讲咩噶？佢识噶，但系就系问下你啫。另外咧，佢食开嗰只神奇奶粉咧就快冇晒啦，就催我帮佢订咯。虽然做客停客，但是可能我就是需要这样，实在太深和太多技术了。印度人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电脑特别叻啲嘅咧？好仔细咁作录实，发现我要升级的信念真的强。夜晚又有三文鱼头汤饮，真的好好味，食到阿仔都舐舐你。宵夜时间又上堂，上到3点几次瞓，是时候要调整下啦。今日阿仔早过我拍自我实验片，力值得嘉许。如果我嘅 complex 完成晒，我就更加开心啦。自我实验呢，可以令小朋友学识点样有效咁沟通同表达。